多谢大人还愿见我。娘娘有话请讲。大人此番行事，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说法。还望谢大人，顾念当年上京途中，雪宁对您未泄之恩，以我一命换他一命，放他一条生路。以己之命换区区一个张遮，求大人应允。可没想到宁二姑娘也在此，自上次一别已是数年，在下谢威，承江大人的情，叨扰了。你怎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、草菅人命之事？至于娘娘，能活到今日，已经是谢我最大的仁慈了。谢威入京后没杀我，是因为我不记得且不聪明，可我今日的表现被他看在眼里。原本以为她只是个刁蛮无知的小姑娘，现在看来，焉知不是装疯卖傻。这一次我绝不能再遇上他了。宁儿姑娘，这些为冷血无情，只怕不会误我性命。还是说大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先入为主的误以为我有所图谋，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？你笑什么？你既知我想杀你也能杀你，就应该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为何不跟江二姑娘解释清楚您为想杀她？让她怕我不好吗？忌惮并不敢作乱。双眼放身起红斑，这是离魂症。你这么不愿入宫，是怕我杀你灭口？若我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背后告发加害先生之意，先生愿信吗？对我来说你不是危险，真正的危险是我不敢信你，却想要信你。先生为何只敢信凡事皆有预谋，却不敢信真有误打误撞呢？是不是因为先生习惯了防备？到底是什么让先生竖起如此断桥？我只提醒你一句，不该插手的事情以后不要插手。不演了。你这琴弹得如此之差，我作为人师也应该好好费心教教你，心里委屈。明明是先生自己说的，在您面前我不避讳，如今我说了真话，你不会又生气了吧？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不过一只小小的蝼蚁，却屡次能让你害怕。原来完人也有所畏，原来圣人也有所惧。完人却有所畏，圣人却有所惧。然而谢我既不是完人，更不是圣人。将军，如果一个人不愿触碰某样东西，未必全是畏惧，也有可能是痛恨、憎恶之极。宁儿，我现在消气了。你这般顽劣的性子，以后谁兜得住？这就不劳先生费心了，以后的事自有以后再说。这个大反贼当起先生来还挺像那么回事。我倒不知这事原来不入流，有这么差吗？到时候你就把这给他，说是你写的，届时看他怎么说。宁儿，这首诗到底怎么回事？先生恕罪，学生知错了，我这就去罚站。宁儿，你同张遮认识，是何关系？没什么关系啊，我就是欣赏。欣赏？我若是你，喜欢谁就永远藏在心里，既不宣之于口，也不叫旁人知晓。那学生能不能理解为先生对现在的宁儿没有恶意，也没有那么多提防？宁儿多谢先生。先生放心，只要您不想着杀我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你一定有别的计划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信。宁儿，谢某不是好人。这世上好与坏本就说不清，但我知道先生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成。谢威，怕了？放手。不怕。是我宁儿。谁让你来的？滚滚哪。谢威也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反贼。我与先生之间本已没什么可说，可先生不觉得欠我一个交代吗？你笑什么？从入宫开始我在观察你，你也在观察我，我们早就已经是最了解对方的人。你就不怕知道越多死得越快？我若是怕死，便不会与先生同路这么久了。可这江雪宁则不同，他呢虽然年岁不大，但是与他势均力敌，他们二人啊
都是看起来冷性，实则都是重情义之，既相克又相吸。或许啊，这谢君安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对金二姑娘到底是什么感情，但是你看，终究有一日他们俩一定会搞在一起。宁儿已陷入危险，若是张哲出了纰漏，我不去，宁儿的命谁来救？谢薇，别杀他。谢少是自负到可以散尽天下，可江姑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你不可以随意掌握她，是吗？江姑娘与谢少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师生关系。只是如此，这一路行来你喜怒无常，从来都看不透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觉得你是一个好人。江雪宁，你听好了，张哲是好人，但我谢薇不是。倘若还有下次，你再搅入局中破坏我的好事，我先收了你的命。为何突然送我这些？不是马上要到姑娘的生辰了吗？你怎么会？是先生告知我去准备的。替我谢过先生好意，不过我本就不爱过生辰，这些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。你是谢少师最疼爱的女学生。宁儿，大人稍等，我去看看。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？这算本事吗？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，你若是喜欢便不该放手。难道就不曾为过一个人一件事而心难自控吗？你就当真能如此超脱对待一切？为什么我的心还是好难过，我忘不掉你？那就找个更好的。先生骗我，这世上不会再有比你更好的人了。那别找个更合适的，一定会有的，你们一定会有的。这么好的人你都错过，不会再有。那你呢？你也想离开京城，寻找一份自由？我自幼在乡间长大，曾也是一心向往京城的繁华，可来这儿走过一遭，发现繁华之下尽是疮痍，自由我亦不敢奢求。这命运之下，或许没人能够逃脱得了掌控。我没有利用你，对其他人或许如此，但对宁儿你，我又如何？有救命之恩，所以彼此是与旁人不同。只要殿下能留下，你我二人之间便互不相欠，恩怨两清。住口！你就这么不想跟我有一丝瓜葛？我不是。我会替你留下，但这句话我不想再从你口中听到。你要出来吗？顺贞门那边被围了，也一直不能将我出来。谁伤了你？谁也救不了，谁也护不住。宁儿，相信我，只要不放弃，一定还有机会。今日你受的委屈，来日我一定会加倍把你讨回来。再担心些，好吗？你心中有没有什么忠义之人呢？宁儿没有什么忠义之人，待长姐成婚后，允许女儿离开京城。离京？你为何不肯留在京中？我是多坏的人，多糟糕的心性，先是早就一清二楚，不是吗？你从前不是一直说我顽劣不堪，说我懦弱无能吗？如今又为什么不让我走？因为如今不同了。如何不同？与我不同了。宁儿，答应我不要走好吗？我现在不稀罕了，不行吗？不稀罕？放开我！胡说八道，都是胡说八道。皇后娘娘果然有手段，身陷绝境，不敢攀先生饶恕，但求夜雨以安身。朱砂玉定人生死，当雅不怕。谢薇当年对我那般厌恶，绝不可能会喜欢我。她这样的人，绝不会喜欢我。江姑娘，当真就对她没有半点关心？这一路行来，她待你的心意，吕某都看得眼中。姑娘当真不知？吕老板慎言。旁人或许以为谢娟手段狠辣，不许旁人怜悯，可江姑娘与她相处许久，难道就看不出她身上所背负的挣扎？那你想要我做些什么？吕某恳请姑娘看顾着，也唯有您能拉她这一把。我算是发现了，和先生一起啊，总没什么安生日子。从前遇袭，现在刺杀，小命全拴在刀尖上。先生，我不是那个。你说的对，与我一起确实没有好下场。鱼儿，先生别怕，我在。先生，没事了。为什么我这样坏得透顶，你
应该走的，你不该留在这里。现在想走，怕是晚了吧？晚了。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。本该就是我的。江雪莲，和我一起死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你的命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我没允许你死，也不会陪你一起死。小莲，活着，活下去，活下去。这是何物？定是伞。答应我，不要再扶了，好吗？好。学生信不过旁人，难道还信不过您吗？谢君安或许不会一直赢，但永远不会输。还请先生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，时至今日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难道是我之性情，我之目的，让你深夜害怕，想逃？你敢指着自己的内心再说一次，当真毫无心意？眼前就是无底深渊，明知跳下去会粉身碎骨，难道还要纵身往下一跃吗？跳了又怎样？疯子才会跳。随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但我告诉你，无论你逃到哪，我都能找到你。谢君，不过是互相折磨，苦果亦是果。宁儿，你到底在怕我什么？倘若你杀过我呢？来，杀我，杀我！放手，你疯了，你放手！现在可以不怕我了吗？他被皮囊王抓走了，恐怕要让王爷失望了。该是已经知道，我才亲手捅了他一刀，他想杀我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冒险来救我呢？你真的疯了，你不该来的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此。他才受了刀伤，再经不起打了。他既然来了，便是心中有我。只要你答应不再伤害他，我可以帮你劝说他。你在关心我，你还是在意我的，是不是？你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吗？谢居安破口不会赢，但永远不会输。为了他的手，让本王相信你能与我有决心。昔日曾经，你在大雪天中救过我一命，我还欠你一条命，你还记得吗？谢伟，谢君安，你不能这样。天下仇怨，世间的一切都不如他。我也不能停止这一命，有没有一瞬间曾想杀我灭口？没有。我也不会凋零。我知道，所以你不能死。宁儿，别害怕。谢薇，你做错了。谢君，往后换我来弹琴给你听。不能反悔。不反悔。你如今情之所向，可是谢少时？是，我主意于他。江雪莲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既承诺了，我就不会放手。江雪莲，你是我的，我要你。江雪莲，你是我的。我不是你的，但我是你的，我们成婚吧。谢薇，谢君，谢薇，你这样看看我，你不能死，我还没有兑现跟你的承诺，我还没有跟你一起去看霓虹，你不能死，谢君，我保证不任性，我保证听你的话，你不要留我一个人。你醒过来，我就答应同你成婚，好不好？原来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答应我，不能反悔。不反悔，谢君，我们成婚吧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二人就是夫妻了。你当真想清楚，不再有顾虑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怕我逃跑啊？谢君，我瞧见过你的白。也窥见过你的黑，你的脆弱，你的疯狂，我不会走，你在哪儿我都永远陪着你。从前你教我读书写字弹琴做人，从今往后换我来教你，我来教你如何好好的去喜欢一个人。江雪宁，我是你的。江小姐，我是你的编辑谢娟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